八年建立。萧美琴以国民党最最优质第一名的立委，我们大家来请萧美琴加油，为我们的花莲加油。萧美琴，壮帅！萧美琴，壮帅！萧美琴，壮帅！我们等花莲加油啊！花莲加油！花莲加油！花莲加油！你会升级，花莲建立。你会升级，花莲建立。你会升级，花莲建立。好，我们现场有蔡英文主席，还有陈丽玲委员、邱丽玲委员啊，还有我们的张志刚，我们非常的感谢，谢谢大家，他的努力跟过去所有的努力，一定会得到花莲乡亲的大力支持。未来他当选立委之后，花莲县的繁荣发展、便捷运输交通啊，就是萧美琴的最大的使命。萧美琴一定会让花莲人心动，我们大家的叫喊，萧美琴加油！萧美琴加油！萧美琴加油！